有一个上进心强的男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师傅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给员工准备 OK 啊，让他们每天可以三省吾身，让他们激励自己变得更优秀。那你继续想，我再去睡一会儿。哎，别走，正好我们在家里面试验一下，有效果再拿给他们用。啊，我不要实验，我已经很优秀了。这样好吧，我问你三个问题，如果你都答上来了，我就不勉强你。行吧。来，今天有比昨天更努力吗？没有。今天有比昨天进步吗？也没有。今天有比昨天更优秀吗？还是没有。你看，都没有，证明人需要努力。所以今天就算进步的第一天，加油，小孩，我看看。小孩，今天的成果怎么样？师傅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今天三省吾身之后，我觉得我的进步特别大。有效果就好。让我看你都三省什么了。在那呢，自己看吧。今天有比昨天更快乐吗？有，我这些电视剧今天都更新了，可快乐了。今天有比昨天多干饭吗？有啊，我今天比昨天多干了两碗饭呢，我撑了。今天有比昨天更摆烂吗？我今天运动步数只有个位数，可摆烂了。师傅，你看我都做到了，是不是很优秀啊？小孩儿。